哈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亚特兰蒂斯啊，很多人私信要讲这个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瞬间消失的亚特兰蒂斯，到底有没有没人知道，但是古书里啊都记载过这个地方。最早提到亚特兰蒂斯的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叫柏拉图，著名的《理想国》呢就是他写的，他还写过两本书，在两本书里都提到亚特兰蒂斯这个地方。柏拉图书里说啊，公元9500年左右，在北美、南美、欧洲、非洲中间有一个小岛。这个小岛上住着一些原始的人类，海王波塞冬呢，有一次在这个岛上 BBQ，就看上了一个人类的少女。关键这个少女啊，没爹没妈，天生天养，波塞冬就把她娶回了家。毕竟没有娘家，就跳过了彩礼的步骤，也能省下一大笔钱。之后这个女的就给她生了5对双胞胎，10个儿子。波塞冬是神呢，生下的儿子就是神的后裔，所以拥有无上的智慧。波塞冬一看这么多孩子，怎么安排工作呢？就把岛分成10个部分。他的大儿子作为最大的国王，住在亚特兰蒂斯的最中心，他大儿子叫亚特拉斯，所以这个王国就叫亚特兰蒂斯。这个国家文明高度的发达，还盛产一种叫三铜的物质，它跟金子很像，但不是金子。柏拉图说这个物质能做很多高科技武器，有人猜测他说的三铜应该是金银的一种合体，我们常说的轩辕剑也是一种叫三铜的材料所制作的。说皇帝弄不过蚩尤，就找了一块叫三铜的原材料，打造了轩辕剑，灭了蚩尤，可见这个三铜的威力啊，相当的牛了。而亚特兰蒂斯有10个国家，每年呢，他们都聚集到波塞冬宫殿来讨论怎么管理国家。波塞冬宫殿呢，就是用金银和三铜来建造的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壮观。而亚特兰蒂斯呢，越来越强大，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，他们决定侵略，开启战争。他们一路打到了雅典，雅典人干不过这帮神的后裔啊，就聚集了所有小的国家一起反抗亚特兰蒂斯的军队。在拉锯战中啊，突然平静的海面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一个巨大的海啸，一下就把亚特兰蒂斯摁到海底了。几个小时的功夫呢，亚特兰蒂斯就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巨大的海啸差点把雅典都干翻了。那海啸是怎么来的呢？有学者就猜测啊，亚特兰蒂斯太膨胀了，准备统治地球了，想把人类统一起来。宙斯就看不下去了，一个海啸就把它给灭了。柏拉图的记载呢，就写到这儿。那肯定有很多人要问啊，柏拉图怎么知道的？据他自己说，这个故事是他家传的。以前没有文字的时候呢，都是口口相传。他这个故事啊，就是祖上遗留下来的。那相信亚特兰蒂斯存在的呢，就给出了几个证据，说南极大陆呢，曾经就是亚特兰蒂斯，或者亚特兰蒂斯搬迁到海底去了。支持海底理论的呢，就拿出了证据，他们在谷歌地图上发现一个大西洋的一块区域海面上，有过类似城邦结构的痕迹。并且根据柏拉图说，亚特兰蒂斯距离雅典大概有5000公里，他们发现疑似城邦结构的痕迹正好也在5000公里左右。但海底说完全是靠眼睛猜，没有任何证据。而支持南极说呢，是根据土耳其出土了一张地图，这个地图啊是用羚羊皮所画，但地图是残本，只有全图的1/3。按地图来推断，地图下面呢就应该是南极大陆。根据地图所指啊，南极大陆有超人类的文明存在。南极大陆很久以前应该是热带，非常暖和，并且地质学家也在南极大陆周边发现了热带动物的化石。那很有可能啊，亚特兰蒂斯就在南极大陆的冰层下面。支持这个证据啊，还有当地的土著。当地的土著流行一个传说，说南面有一个白色的岛，里面住着神，神的子民啊都很厉害，文明相当的高。人们就推测这个南边就是南极。但是因为气候越来越冷了，高等文明也待不住了。那他们去哪了呢？要么上天了，要么就下地了。而在2012年左右，人们在南极发现了一个4边形的金字塔。按照结构来看，跟我们所见的金字塔完全一样。如果南极真的存在高等文明，那有很多事情都能解释通。比如说我们前几期说的地心说，理查德·伯德将军就从南极飞到了地心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亚特兰蒂斯就在现在的摩洛哥，但是没有找到比较让人信服的证据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说一下它不存在的理由。首先要提到柏拉图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柏拉图是哲学家，他故事里啊围绕着两个寓意：第一，人类啊不能太贪婪，不能腐败；第二，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勇敢起来，不要屈服别人。而支持亚特兰蒂斯不存在的这伙人说呢，人类果然还是贪婪的，他忘记了哲学家给他们的两个寓意，而去寻找虚无缥缈的东西。